什么价钱呢？会员价啊。然后还有什么呢？隔壁就是那个售价，有些人叫哇很小，你的字很小，我看不到，这个弄大给你们看哈。那你们说不懂怎么卖多少钱，其实公司都很用心的去做了一套一套的那个，就是连售价给你们去卖哈。无论你们要卖那个小包装的也好，一整套的也好，都有零售价。好，我不是一个一个去跟你们讲多少钱啊，你们可以自己这边看参考。如果你们没有这个价钱的话呢，请你们跟公司询问， OK， 公司会发给你们的，这些东西公司都有的啊，这是公司发出来的啊，这个不是讲是有而已啊，是每一个人其实都有的，都会在里面，你们其实去慢慢去参考一下， OK。那这个是我们最新的产品，就是 Surrender， 就是那个喷的啊。那这个月呢，公司全乱就是送的，啊，怎么送法？等一下我们来揭晓一下怎么送法哈。那我们现在来讲那个公司的邮寄。公司在这个疫情之前呢，都是有这个邮寄费哈，一到九套里面他们都有邮寄费。那邮寄费是多少呢？你看在那个右手边，你们的右手边那个蓝色那个地方，就是说几套几套几套，那十套以上呢，公司就是全然的，就是免费的，把你那个货送到你的家里，哈，或者是什么地址，只有一个地址而已，哈。那这个月呢，其实公司哈，不只是这一个月哈，我先跟你讲，因为公司从疫情开始到现在哈，都一直在做很好的东西，就是帮我们，就是不要我们在家里，我们不能出门嘛，对不对？或者敢出门？人也怕见到你哈，因为这个疫情你也看不出什么人有病什么人没有病，看不出的。那公司已经就是做好了一个准备，说疫情的时候他允许我们哈，就是核单，以前不让的核单，完全你不用想，没有可能的。公司让你们核单送去哪里？送去一个地址，你只是买需要买最少六套， OK。 那最多呢多少套？十套，六套跟十套很好买哦。所以这一次这个月 promotion 真的你们不要错过哈。OK， 怎么做呢？ OK， 你跟着这个步骤去做就好了，不要去放那个运货和运送哈。就算你有买一套一套一套这样子哈，合在一起哈，六套 OK， 就是在这边步骤一自行取货，然后步骤二呢就把你们的名字、电话号码、地址哈，那六套要送去哪一个的地方，就一一写在这个会员留言那边，哦，你可以写很长的哈，但不要写故事哈 ，OK。那步骤三呢，就是提交，就是这样子而已，简单哈。OK， 七月都到尾声了哈，看应该这一个月是多到这个月应该是有31号哈，那多也不多，少也不少。我跟你讲，很多会员哦都是会来 last minute 最后一个时间一起去进单，但我跟你们讲，千万不要这样子做，你们这样子做哈，会员哈，会辛苦嘞，工作人员哈，还可以啦，总之他们等你的单来他们才进货哈，不然的话他们就是会把你的货摆在一起的哈，有些人就是 last minute 进嘛，就进了不要了哈，能的话今天，不然的话明天啊，明天30号了，你是有31号的话，这个月我也不懂有没有31号，没关系，那就不要做最后的购物啊，不然的话货被人家抢光的话就不要这么哭了啊。OK， 这一个月很好很好很好，这一个月是从来没有的。OK， 这一个就是我们的那个公司在鼓励每一个会员哈，不管新会员也好，旧会员也好，或者是快要当我们会员的人的朋友也好，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好的促销。这个我们不叫会员费，这个是我们一直讲的入会包，就是15包邮的那个入会包。这才2块钱 IWD， 新币才3块半而已，以前是17块8，记得哈，我们一直以来都是17块，从来都没有3块半，从来没有，真的是太感激公司了。这个月哈，就是跟你们讲什么健康经济动起来，好，我们要一起动起来啊，你们动了没有？那我们现在讲哈，买一送一哈，不管买大送小或者是买大送大都好， OK， 都是有买有送，公司说的，公司做的就是这样子的促销。这一个月我们的微邮哈，不管你买瓶装也好，买包装也好，他都会送你多一小盒15包的微邮， OK， 要说没提醒哈，买一送一哈。
那下来呢，我们讲了喜乐饱，喜乐饱就是说我们细胞所要吃每天所需要的补充饮品，就是我们需要的什么，我们就是我们细胞需要的吃的那个食物、哦、我们一天可能摄取不到那一个量、哦、这一包就搞定了。我跟你讲，我爱死了这个 self promotion， 太好了，每次买一送一的时候都是买卡。我跟你讲，等什么，这种东西不会每次都有的、哦、不要说不要紧，下个月会有、啊、这个月我再跟你讲、哦、可能没有呢。所以这些东西、哦、公司出东西不要当真是理所当然的，公司当然是会给我们，那几时给我们不知道，会不会给我们也不知道，所以我们不要去赌 ，OK， 我们不要用这个赌的心态去赌这个东西，我们就是公司出什么我们就买什么，有什么就吃什么，有买什么东西就吃，就是吃就是对的啦，对不对？我们要看改变，要怎样就是吃就对了啊，买一送一哦，平时的话没有的哈。你们懂价钱哈。那我们来讲这个月哈，我们也是出了一个 Synergy 的 Lotion， 这个 Synergy Lotion 真的是很好，很喜欢这个 Synergy Lotion。 我大概是一个礼拜一瓶啊， OK， 150ml 其实不大， OK， 其实也不小嘛，你用的话就很快，因为很好，你涂在身上哇，太容易被吸收了哈，皮肤被吸收 很容易。你看公司说原价就是两支哈，原本就是一套的哈，两支一套啊，不是现在四支一套啊，现在是因为促销，有促销 ，OK， 买一套送一套，106.5嘞。其实你省了很多啊，不要等哈，公司有做促销，赶快买了哈，不要再想了哈。那这个呢，我就跟你讲，我们的这个 special offer 只是说，我们有朋友哈，有喝过，我们以为有喝过这个第一代的那个贝能哈，我们有贝能贝利嘛哈，这个是第一代的。那你们要买这个自己喝的话呢、啊、这个原价你们懂的啦，一价一直来就是这样啊，88.8块。那优惠价呢是56.9块。等什么买来喝就对了，对不对？那你们要怎么购买呢？其实这个包装里面是没有的，我们敲位的那个 website 是没有的，那只现在公司的那一个新加坡公司啊，你订购 OK， 公司就是可以在那边拿货取货哦、打去公司询问一下，看你要什么买这 balance。 Alright， 那下来这个就是我们的，哇，我跟你讲这是金牌产品，看这个颜色就知道了，这个是金的，黄色的金的，这是 金牌产品来的。这个是什么？冻龄，冻住我们的年龄啊，看 so good。 所以呢这个月、哦、也不要错过了、哦、买一套不是送一套啊，买一套你只需要$32，你就可以拿回一套。你懂以前原价124块，甚至有一套没有二价的，没有 discount 的，很少 promotion 的。有 promotion 的时候，我们也是抢购啊，两三套这样子买啊，三四套这样子买啊。为什么？因为公司出的产品是太好了，不是我骗，不是我夸大哈。认识我的人，可能几年前认识我的人哈，你们懂哈，我的改变。从以前到现在，我们不要说十年前了哈，太远了哈，我们讲近这三年了好不好？认识我的人都懂了、哦、我有改变。怎么样改变呢？我不是吃 ABC 公司然后才吃 Inchaway， 然后我跟你讲是吃 Inchaway 好的，不是哈，我就是一直以来就是拿宇威的产品就是来吃来服用，就这样子。因为我懂这个不是什么 supplement， 他们讲的什么健的什么健康食品啦、啊、保健品啦、啊、我们这个是什么？天然的超级食物，就是这么简单。食物一定要吃嘛哈， supplement 我可有可无，这么多品牌为什么我要吃那个品牌呢？对不对？所以呢就不要这么头痛，就吃食物就好了。食疗这个也是在公司订购的哈，那有没有分数的话你们可以问公司哦啊，156.3块。不要等了啊！不要说没有说啊！不要说没有揪 ，OK？ 有揪了啊！啊，这个呢，我跟你们讲 ，ISAP 哈，我也是每一次有促销，我每一次都买最少要两套，最少我跟你讲，太爱它了。公司出这个产品到现在哈，我一直没有听到是在用，还很大量的用，还在每一个人的面前用，而不是因为我后面不是什么，是因为什么？因为产品好。能保护到我们，能保护到我们周围身边的人 ，OK 吧？对
对不对？那公司有做什么优惠嘞？450ml 哈，那个白色的，两支哈，等于大概是九支小瓶了哈。总共哈，公司跟你讲多少钱？才花108.3，还给你多少？10支嘞。你自己看看原价才6支那个套哈，6支套啊，才多少钱？103，6支嘞，现在是多少钱？108.3。你们懂啊，对不对？公司是送还是吃你的？肯定是送你的。OK， 那很多人说我 ICF 不会用啊，怎么用？哈，喷哪里喷哪里。哎，车上也可以喷，家里的冰箱可以喷，冰橱也可以喷，风扇也可以喷，厕所马桶啊，只要你手碰到、脚摸到、踩到的东西都可以喷。All right， 不是，它不是酒精啊，根本就是水。OK， 你要懂产品的话。听我们其他讲师讲产品，我们今天讲的是怎么去不小心的赚到钱。好，那我跟你讲这个促销哈，不管是买一套也好，买三套也好，哎，说、我也做了一个准备给你们看看哈，买一套是怎么样的感觉哈。买一套说这个3.5块就是我们的入会包嘛，对不对？入会包在无论你再买多一套那个包装的也好，或者是那个瓶装的也好，88.8块。加起来 还加什么送货到你家，懒惰吗？现在的人，我跟你讲，现在的人不是，有些是怕啦、哦、有些真的是懒惰，像我这样子、哦、其实我也是有时挺懒的，懂吗？在这个疫情、哦、可能我变得更懒，可是我觉得我懒在家里、哦、可是就是要把自己弄成比较什么有用、啊、懒得有用，而不是懒得没用、哦、懒得没用就是真的是等死了那种人、哦、那懒得就是要充实自己、哦，那在家里不要浪费时间，就是10.7块，103块送到你家，不用头痛，你也不用预约公司，总之还一个 delivery charge， 就是这样子而已。好、哦，这是一套的啊，我们讲同级呀、啊，那我们讲零级，零级同样的，你还是有那个入会包3.5块哦，然后呢，就拿3套油嘛，最基本我们要就是要喝油，是不是？3套那个油。再加上那个 delivery charge， 才287.7，你根本不用做那个，就是在家里等货来，就是这么简单。你安全，大家也安全，你也不用怕，他们也不用怕，大家都好啊，对不对？哦，就利用这个疫情哈、哦，然后做一个有用的懒人哈、哦。OK， 这个月的入会包哈、哦。看啊，我会入会包，我放一边，在左边那个小盒的啊，我们就不用去管它了，就放在一边。肯定有的，新的朋友哈、啊，你有新的朋友要参加的话，请鼓励他们，买多送多、哦、啊。那这一个月呢，还是每一个月都是一样啊哈。我们银配套，银配套就是3套以上，公司送你什么？就是一直 surrender， 我就跟你讲了 ，surrender 不卖，这个月 surrender， 然后呢，还有加上我们的那个。贝利哈 ，rich 我们的 rich version 2 rich， right？ 所以跟你讲，3套是一定可以买的 ，OK？ 那下来呢 ，go 啊，有些人就是进来就想买多嘛，因为家里人家庭大嘛，对不对？可以买多啊，没关系的、啊，进来哦，几个朋友 share 啊，买一个 go 啊，参加进来。那公司又送你什么？我们的以为有小盒的。看，就2盒了，来，然后我们的那个卫士康就是那个 Intragard 呢就有一套有30包里面哈、哦，那3瓶 Surrender 那个蚊油哦，那个哈、哦、就是拿来可以喷防蚊呢，还有那么清香剂香的哈、哦，你们喷真的是很香的，不需要做什么的哈、哦，就是喷而已 ，OK， 蚊吸的不会死的，放心，我们的东西都是安全的。OK， 那我们的那个百姓配套，好，就这么怎么解释呢？就是送你2套那个洗乐宝小 Pro， right？ So 还有送你，哇，太好了，送你那个Synergy Body Lotion 一支哦，然后还有送你那个 Intragard 我们的威斯康哦，然后还有2小盒的那个鱼尾油，你现在看，买多送多。有些人讲说，哎呀，公司送产品而已，才多少钱啊、哦？其实我跟你讲。每一套东西公司送出去的、哦、都有价值的、哦、看买多送多是不是、啊、跟你们讲了，所以买多呢是
人家说哇，我花这么多钱什么什么，其实你看你拿回的产品多少，价值值多少，其实你花这么多钱吗？没有啊，拿回来了，算赚到了哈，赚到什么产品？赚到什么健康？不小心赚到一个好朋友哈，我们讲下线都当的是家人、朋友来看待啊，而不要把他当的是你的工人、佣人，是我们是盼人啊，就是赛白赛的盼人，就是这样子一起做得上的啊。那我们来到这个地方就叫维持消费。什么叫维持消费？很多人就是被这个维持消费吓到。哇，这个直销公司又要做维持消费，没有一个公司做直销的没有维持消费的，有的，哎，是多少？那我们公司做维持消费是多少呢？最少呢？一套，就这样子，无论怎样一套，公司这么多配套，对不对？你随便选一套咯，那个叫维持消费咯。转个比方来说，我们说啊，我们把这个油哈、啊、买了一盒油，85包嘛。那公司再送你15包油嘛哈，就有100包嘛哈，100包。说假如说是我的话来喝的话，我看我8天就完蛋了，啊，这个油啊，一盒这一盒油100哈，我大概是9天应该是喝完了，9天10天应该是喝完了，因为我每天都是8包嘛，大包油哈，就是24 ml 了，你们仔细算算看的哈，我们的里面就是255 ml 了。再加上那个15包油，你们计算哦，其实很快的啦，哦，9天10天就完蛋了。所以呢，你喝完了要不要买？产品这么好，你要不要买？买，当然，那个就是维持消费咯，就是这么简单。很难吗？不会很难啦，我已经维持到明年的，差不多明年的今天了，应该是这样子啦。每一个月都在做维持消费，为什么？我吃不够啊，我一个人吃而已啊。吃多对谁好？对自己好。健康是谁的？自己的，就是这么简单啊。我们来讲，3个月维持消费，6个月维持消费，1年就是12个月的维持消费是这样。3个月呢，你一次过你买哈，我懒惰吗？我不是一次过买3套咯，6套咯，无所谓的 ，OK 的。买3套，公司就送你一支 Surrender， 然后还加上一个鱼尾油。那6套呢就更好了，3支文油啊，然后还有一套鱼尾油啊，哇，好多油啊！你们真的是，谁去做12个月的话，那个人不要那个文油的话，送一支给我 ，OK？ 我有个下线就是做一个12个月的那个维持消费哈，就是做1年啊，12个月，他说，哎，多送多哎，很好吗？他说又送油又送喜乐，把他又喜欢喝哦，哇！我跟你讲，赚到，真的就是有人像我这样子，这样疯狂。我们的以为的产品就是这样啊，1年就是这样子过了。他有6支文油啊，他都跟你讲，我不给人，我自己用。OK， 你们也是可以这样子做。Alright， 公司送的东西还是有那个价值的。OK， 不要说公司送的东西是 free 的啊 ，Nothing is free 啊。这个世界上没有白吃的午餐，也没有白吃的晚餐或者早餐啊，都是有价值的，哎，我们的人也有价值，是不是？哎，这个就是说我们说升级配套，什么是升级配套？假如说今天你说想升级的话，从这一级升到最高那一级，可以吗？可以。公司有限制你几时吗？没有。你想几时就几时，你想要什么配套就什么配套，就没有人去逼你做什么东西嘛？哈，我们就在讲，我们说你要升级了啊。说今天你进来是赢了，哎，你过2天后你跟我讲，哇，我跟你讲，我的朋友一直进来啊，他们一直买大配套，哇，受不了，我想跟着他们一起啊，好，怎样呢？就是升级咯，就是跟他们平底平坐 ，OK， 赢去金，公司送你一套 UVU， right， 就这么简单，啊，进去白金呢，送你一套 UVU 加2盒我们的贝利 Rich。哎，2盒，那你头呢？第一套跳去10套，就是那个 Go， 就是直接上晋级哦，你就拿到一盒喜乐宝。那赢去白金呢？2套我们的 EVU， 然后同跳去白金呢，就是2盒喜乐宝。你看公司对你们多好 ，OK？ 看每一个
产品他们送出去的价值都是在里面。所以呢，不要等了哈，有些东西哈就直接上到白金，就是这样子而已嘛哈，你上了一次就没有了。那这个保荐奖金呢是保荐给谁？这个是你自己拿的。假如说你保荐你朋友今天是精英的话，精英配套就是买十套哈，那公司就会送你两盒小小盒的那个我们的贝利，就是我们的 Rich Version 2。那白金的话呢，就是20套，我们公司最高的这个配套就是白金 Platinum。那 Platinum 你就拿一套以为有了，我就跟你不跟你讲多少钱了。刚才你们刚才看到了那个价值多少钱哈，我不说了哈。那我们来说，我们不小心怎么去赚到钱了，好不好？我们就来讲我们的以为的事业计划，就是 business plan。哎，这是我们公司对谁的承诺？我吗？没有，对每一个人的承诺，就只是我，不单单只是我。哎，所以在新加坡跟马来西亚，我们都参加了什么？直销商的总商会，我们都是会员，我们是 members of the DSAS and DSEM。 为什么呢？因为你做直销公司，我为什么要去给这些人管？为什么？就因为我们公司认证，我们要做大企业，我们要做什么东西，我们都是要让人家知道我们可以 we can， 我们跟人家什么不一样。 Alright， 所以呢我们就参加 DSAS， 我们拿到了。新加坡真的很不容易拿到我们的 DSAS， 我们也不说马来西亚很容易拿到，但他们也有他们的苦哈，去拿到这个，成为这个会员哈，真的是不容易哈。假如说公司犯什么规的话哈，他们可以取消我们的那个资格的。所以呢，我跟你们讲，我们真的是要做的话，真的是要把公司做起来的话呢，就千万不要做那些我们刚刚早讲的东西，就是不要去做那些哈不要的东西。我们做我们要的东西啊，想也是想要的东西，而不只是想不要的东西。你去偏偏想不要东西呢，不要东西就会来。OK， 那我们讲公司也有它的什么制度的强点，不是没有弱点，会有弱点，可是我不觉得是弱点啊，我觉得是全部都是强点啊。对我来说，多也好，少也好，都是需要时间去做的啊。那我们来讲讲我们这一个红色这个地方，工薪一族哦。什么是工薪一族？就是工作的人哈，就是拿工钱的人啊，不是做老板呐、啊。去找工作，我们变成什么职员？那我们每一个月就是拿薪水，每个月是等什么？等月尾啦，当然等什么？等拿钱呐、啊，不然对不对？做免费也没有可能的，对不对？你做工是因为什么？因为你对新那工作有兴趣吗？可能啦。我们说68%， maybe 18%的人就是为了工作，就是我很喜欢那个工作，不管多少钱我一起做，有吗？有这种人吗？有。所以呢，我们要拿 leave 的时候，要拿 off 的时候，怎样？是不是要看人家脸色？一定的嘛，对不对？老板啊，可以说告诉吧，你拿 leave 呢？不可以嘛，对不对？就是看人家脸色，要 apply 咯 ，apply leave off 咯啊，不然你拿 MC 哦。我不是教你们怎么去 gain MC 哈，我是跟你们讲说，假如是真的生病的话，你是不是去一定要拿 MC， 不能拿 leave 嘛？一定拿 MC 的，拿 MC 的话。公司也说哦，我有 cover 你，好了，你就去看了医生，然后把那东西交给公司，公司就还你钱了，就这样子，很辛苦吗？其实还 OK 啦，做工的都是这样子的嘛，哈、哦，就是要看人家脸色哈，上面还有很多老板，很多 manager， 那我们的生活是什么？由谁决定？是由我们决定吗？没有，是由他们决定。每天多少几点做到几点，就是固定的，有时甚至。早来不一定早退，早来不一定准退，反而早来还迟退，是吗？老板，你一早走而已，他就脸色给你看；一准时走而已，他还是脸色给你看。真的是不了解有些人哈，那就是这样嘛，做工嘛，对，打工嘛啊。所以呢，我们必须都是要有一个工作，好、啊，那我们移到下面去，那个部分嘛，那个部分叫什么？自由。职业就是 freelance 或者是 self-employed 啊，这些人呢，就是他们有自己的小生意做，不管卖什么都好，做什么都好，什么行业都好，都是自己的嘛，然后就是手停
后天，就是这样。可是呢，自由你有吗？肯定啊，你有做你就有钱，你没做就没钱啊，那个也是一个自由啊。那你要去 holiday 啦，还是什么东西？你需要拿 leave 吗？不需要拿 leave， 因为你自己本身就是一个老板 ，self-employed 啦啊。自己是一个老板的话，讲真的，我有大好也有大坏啊，看你怎么看啦 啊。假如说你想创业的话，创出一番事业的话，可以啊。有本金有资金，有人支持，后面有人支持你，可以去做啊。你有本事 ，why not？ 对吧？能成功不能成功的，就这那一些人而已。你看那个部分吗？你看那个工薪一族跟那一个自由职业吗？相差多少？一半。哎，不是不可以，是可以。你做你自由做老板，可是你跟我讲说你可能会早退吗？早退就是你早来做工，你会早退吗？准时放工吗？可能会，可能不会。可能生意不好的话呢，你想延长一点点时间，可以吗？可以，因为你是老板，就是这样。累了累了半死，会累到半死吗？会的，肯定的，因为你都是在自己亲力亲为在做工啊，是吗？就是这样啊。所以这一类的人呢，也有做到很成功，也有很失败的，也有。哎、right ，所以呢，这一部分呢，我们不要看见哈，我们再移过去叫企业家这个地方。企业家这个地方，你看那个发现率太少了，为什么呢？想做企业的人很多，但成功的人很少，非常的少。哎、right ，那我们呢？这个以为。InshaAllah， 这个是个企业吗？你们认为是个企业吗？还是你们认为是一个小生意而已，做做三五年，拍拍屁股赚了钱就可以跑人的那种？你们认为是这样子吗？我不这样子认为，我也不这样子看。我认为呢，这个呢，企业家这个东西哈、哦，是必须要有一些准备，好、哦，必须要有料哈、哦。我们的五位领航人哈、哦，我们的五位。你们懂吗？是谁啊？你认为他们是没有料吗？你认为他们只有钱什么都没有，没有脑吗？不对，他们也是有脑，每一个都有每一个的好长处，所以呢，才能把余威做到今天这样子，才四年的公司而已。你讲多也不多，讲少也不少，只有四年而已。那企业家他们已经有成立了一个系统，就是。系统能做的系统 ，OK， 不是骗人的系统啊。这个系统呢，我们能怎么有自由财富，有时间就是时间自由。假如说我们是说哦，一个营销位的人，营销位有说你几点要一定要来上班吗？没有，也没有说你这个月一定要拿多少吗？没有，你做多少就多少，你赚出一万几百千，就是这样子多。就是这样子多，不可能会有少的 ，right？ 不可能说哦，你赚了几百千，公司跟你拿一点点 percentage 没有的，全然就是你的 ，OK？ 所以呢，企业家不是不可以，是可以做的，是要怎么做呢？跟着系统做，跟着什么人做？跟着大家合伙人合作一起做，而不是一个人做哈、啊，不是单打独斗的啊，这个自由。职业可能就是单打独斗啊，一个人做了啊 ，self-employed 吗？对不对？这个企业不是哈、哦，肯定不是的。哎，这些他们自己已经有了一个系统就在做运作了。那我们到了最后一个，最后一个阶段，这个地方，我跟你讲，这些人哦，真的是钱多到哈、哦，我跟你讲哈、哦，他拿着钱当着杯盖哦，都没有问题的，好吗？盖两只眼都 OK 的、哦，不做工。这些人都已经是有钱到不能再有钱了，已经是有钱人。然后他们就是说什么呢？拿钱来做什么？投资，投资哪里呢？不知道，因为我还没到那边呢，做投资者啊。但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小投资，不管你投资一个行业好，投资那个 insurance 啊，就是那个保险公司也算是个投资。那你的钱，你是不是要有多才能拿去投资？假如说你连那个钱哈，连这一个月都过不了，还在头痛那种哈，千万不要拿这些钱去投资啊，可能你会得到，可能呢，你会输光啊，倾家荡产也不一定啊。
那投资者就是他们已经是有钱了，他们就是把钱怎么讲，把钱来帮他赚更多钱了，就是钱帮他做工，不是人了哈，是钱在运作，在运跑，就是帮他做工，就是钱滚钱，钱滚钱啊，他每天就是在游山玩水啊，出去啊，去花天酒地啊，这些人就是之类的人啊，哈，所以可能就是这些人就是已经是有这么多笔钱了哈，所以钱对他们来说不是一个问题。但你们看一下这个，这四个字哈 ，EBISI 或 ESBI 都可以，你要怎么看都可以，加起来就是等于100%，各不可缺哈。总有一天我们会从工作一族呢，跑成什么自由职业 freelance， 也有可能说我们不做这一个呢，我们也可能是一个跟这里约合作的，我们也是一个企业家。总有一天我们是一个企业家，等到那天我们是企业家有钱的时候，你们要做什么呢？投资咯，就是这样子啊，你加起来就是180%，有可能吗？有可能的。怎么做呢？一起做。 OK， 那我们来讲以为全球的营业计划。 OK， 第一个是什么？全球统一计算，真的是有啊，这个东西不是开玩笑的。那我们说低压力高回酬，有工作低压力吗？肯定是高压力啊，没有人跟我讲我做工没有压力啊，那个是骗的。 OK，高回酬，你做工有什么高回酬？你老板有赚钱，你就有钱拿；你老板没赚钱，你就没钱拿。在以为这一个是肯定做到的哈。那无限程奖励计划，我跟你讲，这个是 perfect， 真的是 perfect， 真的是无限程哈。那我们讲忠实顾客回顾计划，哎，维持忠实的为什么消费者？你今天把这个产品卖给这个人，就那么一次的吗？ One way traffic 就是一条路走而已，只有出没有的进，没有的，它还是有回头路，一定有的啊。这个是川流不息的啊，一直来的。怎么呢？为什么会有回顾的那个忠实的那个消费者呢？第一，产品很好，我们不用去做 sales。为什么回来呢？是产品哇，有效果。有反应，来回来买更多，来做什么呢？给自己健康，一定有的。 OK， 一定有的。那最后一个呢，我们讲的单线大橡胶，我们讲大橡胶都可以赚钱，真的是可以赚钱哦。 OK， 不要小看这个大橡胶，等一下我这些都一一的跟你们讲。 OK， 那我们现在讲我们的 UAB 哈，很多人我就是经过听到哈，我跟你讲，我们这个是美金，哎，我们这个不是 money game 哈，不要搞错啊，我们这个是叫 UAB。 为什么是 UAB 呢？因为公司叫什么名字？UAB，所以呢，公司出了一个币就叫 UAB， IWD， OK， Inshawe Dollar， not USD， not UK pounds， OK， 不是 euros， OK， 有时是什么 RM， 有时是 not Singapore dollar， 就是一个币而已。 OK， 简单的说，我们这个，你们有去玩那个娃娃机吗？抓娃娃机有吗？或者去玩游戏，你去到那个 arcade 地方，就是 arcade center， 就是娱乐场，他们都是有一个币是吗？一个铜币，不管什么铜币，它都有很多很多图案啊，美的一些啊，我收集啊。所以这个币呢，是能换什么钱？你去银行能换钱吗？不能。只有在哪里换钱呢？只有在那个地方才能换到的嘛。所以来到公司呢，我们的用什么钱？用新币吗？就来转换什么钱？以为币。OK， 有很多人很不了解什么是叫以为币 ，IWD。I do not understand what is IWD. So now do you understand? Do understand 的话，等一下我们来私聊。OK， 要不然我讲完课的时候，你们才来慢慢问到你够。OK， 那以为币怎么转换呢？1块钱以为币等于新币 1.66， 记得哈，一块钱等于 1.66 乘以 1.66， 你买的时候 1.66
你买回的时候呢，公司给你的那个奖金的时候呢，也是 1.66， okay， 公司不会少你的。 alright， 那 1.66 呢是一个 standard， 不会再上跟下的哈，不可能的哈，这个不是银行啊，我们都只是一个 fixed rate flat rate， right？ 所以马来西亚呢一块钱等于马币5块钱，那台湾呢就1块钱等于45台湾钱哦，啊，那 OK 怎么购买？购买的话一定有营业时间的嘛，是不是？不可能让那个做一窝的人24小时啊 ，7-Eleven 啊，所以呢，请你们遵守这个啊，这营业时间哈、啊，星期到星期五早上10点到晚上8点，那星期六呢是早上10点到 evening 5点，那 Sunday 就是星期天就是10点早上到下午1点。好、哦，谢谢你们哈、哦，谢谢你们，一窝人，谢谢你们，真的，他们很辛苦的哈、哦，一窝人的掌控这个一窝人的人真的辛苦，真的是感激他们，真的，因为他们的话，我们很多东西都做不到哈、哦。其实公司每一位就是人员工作人员都很辛苦，每个在每一个岗位都很辛苦，所以真的是感谢你们，谢谢你们。OK， 那些没有那些比较年长的朋友哈。哦，他们没有 pay 啦，没有 pay now， 你跟他们讲 pay 啦 pay now， 他就看着你在那公司里啊，这是跟你讲我不懂什么来的。那他们都是比较喜欢传统性的，就是把银行的户口那钱转给你， OK， 这个就是公司的银行户口啊，在新加坡也要说我 highlight 起来啊，新加坡的户口 OK。 那有 pay now 的朋友就很容易，你们去 pay now， 你们找 UEM 跟着那个步骤 UEM， 你把这个 UEM 放公司的 UEM 你放进去里面呢， OK。然后呢，你要买多少钱的 RWD， 你自己计算哈、哦，乘以 1.66 除以 1.66 哈、哦，你们自己计算要多少钱啊、哦？其实那个 product 那张 poster 哈、哦，我发给你的哈、哦，其实下面已经有写新币多少钱了，所以你把那个新币放进去里面发给公司，就是这样子。That's all， 除非你真的很熟悉，那你就不用怕了哈。恐慌好了之后呢，哎，就是这样子的嘛，成功了 ，successful。把这个分享给谁呢？不是分享给我啊，是分享给公司的好吗？拿着一窝人的那个朋友，哎，能的话你们千万就是把这个号码放进去你们的里面电话里面哈、啊，一窝人就是放在 Steam 超为一窝人 top up， 把它放进去里面呢，就去找他名字。每一次要 top up 的话，就去找这个号码，载屏了之后呢，把那个载屏的那个图案发去 WhatsApp 里面，发给这个人，然后呢，很重要的。看他们讲是谁，不然的话，你可能是买帮别人买呢，或者是你 you know, 要买多少钱的 IWD， 他不管是什么户口、啊，所以你必须让他们知道是谁 ，OK 很重要。给他的 account number， 你们的会员都是 SG 的，就是跟着我的这个哦 sample， 你们 try， 你们就是跟着 sample， 不要发错钱发给我啊！我跟你讲啊，你发给我的话，我会发给你的、啊、，OK OK， 那我们。公司的那个我们的红利是怎么来的？是用点数，每一个产品都有点数 PV， 我们的产品现在最高的 PV 是30，以前有40，是因为什么呢？董林。 Alright， 我们先看 PV 这个地方叫 Point Value。 第一个这个地方 Point Value 是什么、Point Value 是怎么来的呢？你保荐一个新的会员，然后呢，或者是你的下线你的朋友他做生意及给他，那就产生三种奖金。第一种呢就叫保荐奖金，第二种呢就叫对碰奖金，第三种呢叫对等奖金。简单哈，那我们来到中间这一个地方叫 MPV Maintain Point Bonus， 这个地方呢就非常非常的容易。怎么讲容易呢？你的下线做维持消费，你就拿到什么奖金呢？看一下维持奖金 alright， 然后呢另外一个呢就见点奖金，见了就点一下，哈哈，就奖金拿了啊。等一下我会跟你们解释、哦、什么叫见点奖金。那到最后一个呢是叫 traveling point， 就是叫什么旅游奖。旅游奖金是怎么来的呢？你签了一个新会员，你的会员做升级配套，然后呢还有呢你的下线他们会做维持消费的，对不对？这些都跟你的旅游奖励有关系。那你们看回这个地方 PV 跟 MPV 这个地方，中间有一个叫升级奖金，
家庭基金，最后一个叫特殊奖金。我先跟你们讲特殊奖金的话，等一下我会把它拉上来跟你们讲一下，一定要知道，很重要，对一个新人是非常的重要。可能你达不到的话呢，自己达不到的话呢，你不要去用让他去怨人了，可能是刚好那一时你的上线没有跟你讲，或者是你当时的情况你不想要做什么什么东西，只是单单要喝，纯粹要吃而已。所以呢，这个呢必须鼓励你的新的朋友去做。那公司只有四种配套，第一种配套呢我们叫统，第二种配套是叫业务，第三个配套呢叫金，那第四一个配套呢是叫白金。最高的配套呢不是全部加在一起啊，就是白金 Platinum 最高的，我们最大的那个就是那个 package， 就是配套最大就是那个 Platinum。 你看到每个价钱多少钱吗？千万不要看这个下面的价钱，因为这个价钱是以前的入会包的价钱，那现在是有调整，肯定通是肯定少过106.6元。OK， 我们自己去算了啊，这个是 based on 我们的那个 Intra Oil 鱼尾油的价格来定价的。OK， 那你们要买什么东西？很多配套哦，我们有很多产品嘛，哦，你可以参的把产品哦，然后把它就是拿进来哈。哦就是来买做成配套 ，right？ OK， 下来呢，这个叫升级配套，听清楚啊，升级配套很简单的 ，OK， 一套去，为什么你看到一个加二、加七跟加十呢？同配套你先买的时候是什么套而已吗？叫你要升级去赢是三套吗？那三套呢，你只需要一次性的买两套 ，top up 两套，一次性。OK， 你就变成银咯。那一个银呢，你要升去金呢，金是十套嘛。那十套的话呢，你只需要一次性的七套，你就升去金。那金去白金呢，也很简单，买一个十套，一次性的十套，你就马上变成我们的最高的配套了，就是白金，就是这样。那我们来讲我们的产品啊，会员价跟非会员价有相差哈，你们看一下，真的是有哈。我们讲第一个情况啊，第一个情况就是有些朋友想做什么，做零售，做 sales， 可以吗？可以。那他们就是去做零售，卖107，那赚一个18.2元，你觉得 OK 吗？就算你觉得不 OK， 也不能怎样，对不对？那我们的本钱就是88.8元嘛。是吗？没有的便宜啊，我们的本钱就是这样子。那我们卖了用107来卖给他，我们的利润是18.2元， OK 吗？一套油，假如说你卖了10套的话就182元哦。这个是另外，这是其中一个方法。第二种情况，第二个方法啊，就是叫他作为我们的会员。为什么呢？就是这么简单，因为会员价才多少钱自己看，会员价你加上那个小盒油哦，才3.5元，这个叫首次入会包，3.5元，每一个人一定会经过这个的啊。只不过今年2020七月的朋友哦，七月的新人 baby 啊 ，baby newborn， 3.5元的、，my god， 我的朋友也是这样子参加，是因为。这个月真的是、啊、我也不懂为什么啊。我总之跟他们讲3.5元啊，加这个他们就 OK 哦。我讲17.8元的时候，你们又不 OK，、哦、就刚好看到时间点哦，没办法了哈、哦。有时这种事情是刚刚好时间点，就是在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就是他想进来就是进来哈、哦，想买就买，不买你怎么劝怎么讲都没用，不会买哦。那你看一下，92.3元。你叫做会员的话，你帮他省了多少钱？14.7元耶，14.7元，他但请你去吃东西还 OK 哈、哦，还可以吃还可以喝哈、哦。我们简单的吃，14.7元其实是够了哈、哦。我不要骗我啊，不要说去吃人算了，14.7元不够的啊。OK， 所以第二个情况是肯定是最好的，就是叫他们做永续的那个会员哦。因为为什么呢？每一次我们买的话会有什么 discount 是不是？等一下我们就看得到了 discount。那我们现在讲组织图哦，我们有两种组织图，第一种是保健下线，是什么？是保健的，你保健你的朋友嘛，
肯定是你保健的朋友，不可能是我保健的朋友，对不对？你保健的朋友，家人、亲戚、陌生人也好，那一个人跟你有关系的那个就是你的代理数，哎，很清楚啊，你看到那个小家伙在那边吗？在那个树下那个啊，那个是你 ，OK？ 那你有朋友，你保健的一个朋友，那个是你的第一代，那你的朋友有朋友了，对不对？你朋友找另外一个朋友呢，他参加呢，那一个就是你的第二代，那你朋友的朋友也是有朋友了哦，那个就是你的第三代 ，OK？ 所以我们说你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也有多一个朋友，肯定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朋友吧，对不对？最基本一个好不好？我们的一个啊，那你们没有一个的话，没办法啦。啊，我也可以做你朋友啊，可是我不可以参加你的哈，我只能做你朋友而已。OK， 那你朋友的朋友呢，也是有朋友的嘛，对不对？那一个就是你的第四代，那这些代数呢，跟你有什么关系呢？请看一看那个红色的地方，就是有关系。就是因为它是有保健、对等，还有维持奖金，都是跟代数有关系的。那你们说那个青色地方部分不用看吗？要，我们等一下再慢慢的去看。哎，那我们现在讲，我们把它带进来了，把它牵进来了，那我们要把它放在哪里？说我们打个比方，我给你们一个比方，假如说你自己是一个帮你的朋友买戏票的一个朋友。当然是朋友怎么样坐一排嘛，对不对？是吗？假如说不能买一排的话，那买不到呢。一排的话，那怎么办？我们买第二排咯，是不是？五个五个五个，或者是两个两个三个，是不是？第二排没有了就跑第三排，对不对？就是这样子。很多人不了解，一到了这个地方，每个就乱了，不懂要放哪里。你的朋友呢？你要放左，要放右也可以。哦，只要有位置放，就直接放在那边就好了。看到吗？空位，你看到空位你要放吗？你看到空位你要买吗？戏票就是这样子啊，戏票把他们排好好 ，OK。不管你怎么去排，怎么样讲都会有的赚钱 ，OK。你们不要说头痛，放左还是放右，但你们要很清楚的懂放左还是放右呢？一就是看你们的那个 dashboard 进去里面看 dashboard， 跑到下面去看那个地方，他们有很多分数的那个，你的另外一个 ranking 是什么？那个就是他会跟你讲你的哪一个地方的分数比较多，那你就放在那个分数比较少的地方，然后就有什么产生什么奖金哦，会碰哦，对不对？就这样子来的。所以呢，你把你朋友放满了之后呢？这些人都是以层次来代表的，就是第一排、第二排、第三排 ，OK？ 那这些人假如说是你的第一代呢，排在第一层、第二层、第三层呢，他们是否是你的第一代，还是第二代，还是第三代呢？很多人会问这个问题啊。我说，假如说这边十多位朋友都是你的第一代，怎么办？第一层的肯定第一代，那第二层的呢？啊，人家就想了。第二代吗？不是，他还是你的第一代。OK， 啊，第二代，第一代的第二层排满了，那跑去第三层怎么办？把第一代的人放在第三层怎么办？他还是你的第一代。OK， 只是说我们当这是买戏票哦，没有位置坐了啊，旁边没有位置坐了，我们放哪里呢？下面哦，啊，没有位置坐了，买哪里呢？买下面的票喽。就这样子啊，我不可能坐在他的脚，他也不可能坐在你的脚啊，就是这样子哎，先到先得，后到后得，没到没得得 ，OK？ 那你看那个地方哈，你看到那个红色的地方吗？总之你有排到这样子的线，你就会拿到什么会碰奖金、间点奖金，其他的呢有没有拿到呢？有的拿到的，好，慢慢来，我们先打把那个简单的给搞好先啊，基础搞好先。那你看到这个图吗？我们是跑双轨的，跑双轨就是左跟右，没有的多了，没有中间的啊，那个中间线那个你千万不要说你跟我讲的中间线啊，没有的啊，只有左跟右。那很多人说啊，假如说我把这个人放在我左边的内侧，是算什么？还是算你的左 ？OK， 跟左跟右都是一样的，左跟右，内侧也好，不
外侧也好，当这是你的手好不好？你的手有内侧也有外侧，是吗？那一个内侧跟外侧那只手，那属于你的手吗？属于什么手？属于左手的话就是左手，属于右手的话就是右手，就是这么简单。那我们说肺炎的分类分两种，第一种呢，我们只是说纯粹要喝要吃而已，健康是不是？我们可以有这种人吗？可以。要有这种人吗？要。你觉得需要吗？肯定。 OK， 我们只叫他会员啊。那另外一种就像你跟我这样子啊，我们想不小心赚到钱那种人，或者真正想看成这个事为一个企业来做的话呢，我们必须做什么呢？找两位朋友跟我们同一样认真来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当你有这两位朋友放在一个组一个友，必须是你保荐的朋友 OK， 而不是上线丢下来的朋友，必须是你保荐的朋友，一个组一个友，你就成为公司的直销商。哎，那你说你要做会员呢，拿什么奖金呢？你要做直销商呢，拿什么奖金呢？自己决定啊。假如说今天这个人说他要做会员的话，可以吗？可以。他想吃而已吗？可以，可以。那直销商要做的话，可以做吗？可以呀。啊，我跟你讲，有时候你的会员不小心会变成直销商，那直销商也不小心哦，可能会落到变成会员，真的是有可能的事情。所以世事难预料，所以呢，我们千万不要去算命哦，就直接做就行，就做对，做你要做的事情就对了。OK， 那我们现在讲保荐奖金。保荐奖金，我们说第一个配套，我们讲铜哈，铜，你保荐一个铜，你是铜，你保荐一个铜，那公司会拨出一个40%给你，就是30BP 的40%给你。那 OK 啊，19.92块哈。那你说今天你保荐一个朋友，朋友说要买三套，你说哎呀，刚好我来不及去升级，好了，没办法了，流失了一个10%哦，就拿40，公司就拨一个30%给你，就拿了44.82块嘛。那不小心今天哈、哦，遇到一个朋友，你跟他谈了这个东西，他跟你讲我想参加，但我说哎，买多送多嘞，他被我影响到，哇，买多送多就是这个影响啊。然后你今天你刚好真的是没有这个运气哦，去升级配套，然后怎样呢？公司拨出20%给你，哇，这个时候你应该是行啊。本来是30%哦，损失一个10%不用紧，40%损失一半，20%，你可能你就没有升级了哈、哦，可能手头紧还是怎样，我也不知道。那明天哦，你刚刚好遇到一个朋友，你想说，哎，你想做有钱的，这个朋友有钱的，他想做企业。他想做啊、就是投资啊，啊，我现在到投资而已嘛，我要投资什么？找东西投资嘛。哎，我说我有个企业给你投资钱哦，可以赚钱的。什么？来，以为跟你讲啊，我还看到这个配套才20套而已，最高20套而已，他有钱嘛，他就呀 OK 啦，白金啦 OK 就给我白金就好了。哇，你惨惨了，这次。损失从惨大，本来是损失10%，后来损失20%，现在损失30%，你只是拿到一个10%，我不懂你今晚睡不睡得着觉啊？哦，你损失这样子的话，可能这样子看你看不到什么效果啊。那等一下我放在旁边给你看的时候，你就可能看得到那个效果哈、哦，真的是有效果。那你说今天有一个人参加营，他去保荐一个铜。跟一个银，就是铜，就是比他低一级的哈，啊，你还是拿48%，公司还是拨出48%给你，那银跟银呢是同级的，公司也拨出一个48%给你，哎，那个，就说今天呢，你找了一个朋友哈，他刚好就是进比你高多一套啊，比你高多一级哈，就叫金级，就少了十。那一个朋友呢去买了白金呢，你就少了20%，比刚才好了那个哈、哦、到了那个白金已经是18%了。那你们想想看哈、哦、这些流失的那一个18%、20%、30%，请问你们觉得他跑去哪里呢？
一跑去公司，二跑去我的口袋，没有跑去我口袋啦，不可能的啦，啊，没有一跟二啦哈、啊。这个呢，这些流失的这些10%哈，10%都是跑到最上面的啊的上限，活跃上限啊，直推上限的活跃的话，直推上限，啊，直推上限不活跃的话，就上上限，啊，就到那个活跃的上限为止。那个发现就是回流到那边，公司一播出的东西就不可能再拿回了，就是给你的，好、哦，你们就慢慢要记得，就这样子。那我们来看看这个，下一个就是我们的金跟白金配套、哦、我们讲到白金配套，白金配套呢，为什么呢？为什么是鼓励白金配套呢？白金配套呢，就是你在无论你在 sponsor 什么朋友，在保荐什么朋友。都是拿满40%，看到那个钱吗？哦，刚才的那个才90多块，这个398块，差不多400块了哦。有分别吗？分别很大。OK， 那你们看到吗？分别在哪里吗？哦，红银金跟白金，你看那个最后一套就好了。OK， 你少了10%呐、啊，少了20%呐、啊。30%，看到那个钱的距离吗？好大哦！哦，你们嫌钱多的话，我给你们银行户口放在我的银行户口 ，OK？ 所以呢，就鼓励你们真的要做的话，就直接去上白金就好了。那第二个呢，我们想碰对于碰奖金，对碰奖金的这个叫什么？无限存 （Infinity）OK？、Okay? 不管这几千几万者，总之有对碰，你就拿对碰。就是这么简单，你看到吗？铜跟铜对碰多少%？不管你是什么配套，都是10%。哎，做10%的对碰是多少钱呢？铜、银、金、白金。但你们不要忘记，每一天都有一个封顶，从最低83块到最高1660块。哎，那你们说？怎么办？东西有时不会有平衡哈，一定有一个大腿，一个小腿。那个小腿呢，是永远去碰那个大腿。OK， 他们这样子来的，就小腿碰大腿呢，大腿还是有哦，还是有分数，怎么办呢？分数不会被拿掉，公司也不会给你拿掉，会给你冲掉。OK， 公司会帮你保留住到下一个。OK， 哎，你有分数了，他才碰。碰到零为止，哎，那你们说呢？来看看一下，每天我们说每一天呢、啊，对碰哦，你封顶它哈、哦，每天都给你达到封顶哈、哦，1660块，你乘以一个月，这个是你对碰奖金的一个月的钱呢。那你说一年多少钱？单单对碰而已，我们不要说保荐，我们刚说对碰而已，多少钱呢？597。97000呢，差不多600000呢，够吗？应该是很舒服了哈。我们说一半了哈，300000年都挺，其实是挺舒服的哈。这个是其中一个奖金 ，OK 吗？那你说不 OK 不要紧啊。我们讲有些人会问你的，我是期待余威，我一个月能赚多少钱？一定有人问你的嘛，你不会回答怎么办？就是这么简单，给他看，跟他解释。你本身是一个白金，你找多两个朋友也是白金，做同样的事情，你看到吗？对碰奖金一边398，一边398，加起来多少钱？差不多800块了。那你们对碰奖金呢？就差不多100块了，900块了。好，那你看看，他们是拿这个来计算的话，你乘四一个礼拜哈、哦，差不多1000块啦，好、哦，对吧？哦、sorry， 一个礼拜差不多900块，那一个月的话3500，可以吗？可以吧？3500，只是跟人家分享而已哦，不用做到像牛像马这样子哦，对不对 ？OK 吧？一个礼拜你找两个就好了，一个月你真的是可以不用做工了，是不是？企业哦，我们是在做企业，不在做工哦。好、哦，那 OK， 第三个我们在讲什么？这个叫。对等奖金，有很多人不懂什么叫对等奖金，那我跟你解释，对等奖金呢，就是说你本身
你找一个朋友，就是保健一位朋友，那个是你的第一代，诶，这个是跟你代数有关系的。第一代的话呢，的下面有对碰，你就有对等，清楚吗？再多一次啊，你本身找多一个，你找一个朋友不用找多，找一位朋友，我们说一位比较容易给你们去记哈，放太多的话你们看了会傻掉。那第一位，你那位朋友就是你的第一代，第一代你的朋友下面哦，假如说有两位朋友哦，有个对碰呢，你就有一个对等奖金，就是这么简单。哎，那对等奖金呢是怎么来的？是必须是直推的啊。那同很可怜的只有一代而已哦，你找到第二个就玩完了 ，OK 就没有了。那赢的话呢？赢的话只有两代 ，OK sorry， 赢的话只有两代，金的话三代。那白金的话呢？几代？五代。所以跟你讲，为什么白金真是比较好？全部你拿到完嘞，白金哦。假如说你是在其他的就 too bad 啦哈，你要做的话就 too bad， 你要的话就是 upgrade， 就是升级。所以你看啊，每一个配套都有一个封顶，好吗？看一下封顶什么封？不要紧啦，我们说这个一个月好，你的对等奖金能高达34,860。OK， 你看封顶啊，看他们来封顶啊，每一代。一代、一代、五代，价钱都不一样。你全部加起来的话，就是等于我们一个月的34,000。对碰，单单对碰而已啊，都已经3,000多块，再加上这个，我跟你讲，你应该是很享受啊那个月啊。那第四呢，我们来讲维持消费。维持消费每一套产品，我们都是用 PV 来计算的。那PV 呢乘以25%就等于多少？我们的以为币就是7.5块，7.5块乘以1.66就等于12.4块新币。OK， 那我跟你讲，维持消费公司是最公平的，为什么呢？在第一代，每一个人都拿满18,000。OK， 不管你怎么配套，那我跟你讲，还是讲回那一句话，还是最鼓励你拿的是什么呢？就是白金配套。白金配套，你这个可以去到7代，想想看，刚才那个对的5代，这个我们讲的某维持消费7代，你看那个15,555,32，很少哦。其实我跟你讲，你看那个28%就好了啊。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28%，不要看那个多的啊。那我们来说 maintain 就是说维持哈、哦，你7代的话是多少钱？你们自己算哈、哦，看到吗？乘以10乘以5乘以5乘以5，看到下面那个地方，加起来370,000 ，OK 吗？可以啦，好。那 maintain 你说，我们说这个七单线一边而已啊，不要说多啊，一边而已好了，单线191块 ，OK 吗？可以啦，对吗？也是小钱，可是也是钱，对不对？没有说损失，也没有亏，是吧？赚少而已，可是还是赚，对我来说还是赚。哎，so下来这个第五个奖金就叫我们叫见点奖金。见点奖金呢，其实你们不用去懂什么 formula 怎么去做。公司的这一个电脑系统是很好，好到怎么样呢？他能跟你讲谁在做，谁没有在做，啊、哦，那这一个呢？我跟你讲，只有金跟白金配套才有而已哦。你是铜，你是银就没有。哎，这只有金跟白金。那金呢？你能享用15层，不是15代啊，15层的他们的消费一套产品哦。每在你15层每一位消费一套产品，就拿一个1.66。哎，你好啊。我跟你讲，这边的人哪里能买一套？少少也有3套，对不对？遇到一个真的想拼的哈，他12套都有可能来哈，所以不是没有可能的哈。那我们来讲讲看，白金哈，白金配套肯定是最好的 ，times two double， 哎 ，double 不用紧哦，钱也是会多哦，
看看三十层里面呢，每一位都买一套的话，你都拿一个0.498啊，因为一位一套啊，你十位的话，就算看啊。我们说不要多啦，我们一个人找两位朋友就好了。三十层、15层，多少人多少钱？讲真的，你们自己去车上看啊。那我们说这个是我们是做什么倍增的生意，而不是做加。我们不是说一加一就是二，我们是做一乘二、二乘二、啊、四乘二、八乘二，一直乘下去。你不相信的话，你拿那个计算机来算一下，你二乘二乘二乘15次，然后15次过后呢，你再乘多15次，就拿到那个多少人数。钱也是一样啊、哦，钱也是如此哦。0.6毛哈、哦，继续乘乘二乘二乘二乘乘乘到来，都是这样子多钱了、哦。哎，这个是白金配套，所以呢，哦，我先跟你们解释哈、哦，这个是怎么来呢？假如说今天你有30多层，那刚好30层里面都没有什么人要做工哦，都没有人要做。那真正在跑的朋友是在哪里呢？真正跑的朋友是在31层哦 ，OK。31层里面，32层、33层怎么办？你就看得到拿不到。公司有个系统哦，就是帮你压缩，不是从上面压下来哦，是从下面压上去哦。所以你的31、32、33层的朋友呢，在跑的话呢，你拿到吗？你拿到，为什么呢？因为在你30层里面 ，OK， 他们没有做工。公司的那个电脑会去抓他们、啊、把他抓起来、啊、然后去帮他压缩，压到你的30多层上去，你的变成你的30层里面，让你得到奖金，这样子可以吗？可以啦，哦，应该很开心了哈。好，我们来讲这个特殊奖金哦，是在第9的哈、哦。其实我跟你讲，这是最重要的。这个呢，新的朋友呢，必须在3个月里面完成。OK， 怎么完成呢？第一个，个人必须是一个直销商，合格的直销商。OK， 那第二呢，就是你的总业绩，左边、右边加起来要有8000分以上 ，PVMPV。那小编呢，就是随便的一边哦，最少要有3000分，就是这么简单。加起来有的话呢，公司就会给你一次性的830块，好吗？很好，所以要做吗？新的朋友赶快做，你有新的朋友就马上跟他们讲，鼓励他们来做。好，那如何计算呢？参加的月份呢，就是假如7月哈，参加的那个月份哈，公司说不算哈，可是你做的业绩有算啊。那8月、9月、10月，在10月里面你做到呢，在11月，也就是那一个超白金董事，就是这么简单。OK， 那这个月公司真的做了很多东西哇！我跟你讲，你不拿公司的那个5位领航人来 kiss 一下哈，摸摸他们的手，跟他们讲感谢和感恩他们哈，真的是不可以哈，因为哈，从来公司没有这样子做的。不是这么，因为呢这个疫情，因为有这种事情呢，我们很多东西不能做哦，被绑手绑脚啊。那公司说不要紧，我们再延长1个月给你们，4个月，看到吗？7月1号到12月31号，8、9、10、11、12，你不做真的是太可惜了啊。那你做的话呢，就公司呀，你看到吗？7月、8月、9月、10月、11月，4个月去完成，加上公司给你的1个月免费，5个月、哦。我跟你讲，5个月应该可能有些人上到已经上到哪里了，到翡翠了、啊。真的是有哈，我们的公司真的是有这种奇迹哦，就是真的是有这种人啊，就是真的5个月内他们上到翡翠哈、哦。那我们公司说呢，看到吗？公司最高的是什么？我们的就是董事最高的就是。钻石董事、啊、那我们说超白金是最基本、啊、白金我们是配套，这个呢是真正认认真真的来
当的是一个企业来做，那他们就升级了 upgrade。这个 upgrade 刚才我就解释怎么做了，所以他们就叫超级百金董事。然后下来呢，假如说你超过那三个月、四个月做不到呢，没关系，下一个就是正副董事。然后再下来呢，蓝宝石、红宝石、翡翠、钻石。那公司说抓了钻石就没有东西能上了嘛？哇，你们已经到 top 了，可能就是满足了，不做了啊？没有，公司还提升了多五位啊不同的那个 ranking 出来，就是奖励你们，叫你们去 fight。OK， 所以公司不只是单单这个几个 pin 而已 ，OK， 所以等着你们来 fight。那你看到吗？正副董事。蓝宝石、红宝石、翡翠、钻石，这五个品，假如说你拿到的话呢，这些钱你看总奖金17430都是属于你的。OK， 那我们说怎么去合格做珍珠董事？第一个啊，必须是一个合格的执照，只是合格的执照商啊，左跟右执照商。那第二个呢？你必须是一个白金偏好，很简单嘛，对不对？是好而已 ，OK 啊。然后第三个呢，什么？每三个月，在每一个月，在三个月里面呢，必须做维持消费 ，OK 啦，我现在 OK 了，可以做到了。那另外一个就是最难的一点呢，就是什么呢？不算难啦，假如说你真的是找到朋友的话，这些分数讲真的不难。在小编的总业绩 ，OK， 无论哪一边，在小的那边，必须要有一个一万分 ，Right， 一万分。那你们会问我，那大的那一边是多少分？大的一边呢、啊？我一分出来就好了，10001分。你们给我一下子啊，喝点水先。可以来，蓝宝石呢？同样的，再小的一边20000分。那红宝石呢？再小的一边呢？40000分。那翡翠呢？小的一边呢？80000分。那钻石呢？200000分。再小的一边，大的每一个都是多一分。哎，没有人可以准准做到哦，准准十亿就是10000啊、20000，没有可能，一定会超出。Okay， 所以不要担心，就让它超出。难道你说你赚了10块钱，你就不要赚11块吗？没有可能嘛！啊，就是要多多拿多的，就这样子。哎，所以这一个月哈，公司真的是太好了，你看到吗？做珍珠董事啊，他原本给你多少钱？500块，增加到1000块，现在变成多少钱？1660，多一倍。不做珍珠的话，真的是可惜呀、啊！还是一样啊，从7月到12月为，就是给你们做到的话，这些钱就是你们的。好，那蓝宝石呢，原本也是1000，也增加到两，就是1500啊，等于2490。哎，我们的手臂。那你说做红宝石，那好不好？好。原本的1500到2000的现在，等于3320块。不行，好不好？你要不要去做？去做，不要等哦。OK， 那我们说讨论一下，看怎么去做。OK， 我看看啊，加入那个月份做500分，公司给你，你再做多两个月 ，OK， 那个业绩。在最后一个月做半时，结果呢，也还是什么缺分数。公司说了，就是会保留最后的两个月。OK， 最后的两个月呢，就多少钱？就是这个分数3500、4000。那前面的那两个月呢，已经被就是被 flush 掉了啊。那你在这一个月里面，你再做多一个2100分出来，可是你还是缺一个400分，可惜。OK， 公司还是帮你 flush 掉，帮你保留着最后两个月。那你再多一个月呢？真的是快马加鞭的骗人。
拼了老命的去做。Okay? 然后呢，多一个月呢，你就成为了珍珠董事也好，什么董事也好，总之你达到分数，你就是那一个合格的董事。哎，那下来呢，我们讲的是那个家庭基金。家庭基金就是说，我们新加坡、马来西亚、台湾，他们总于就是总额啊，整个全球的业绩啊，那个钱哦，累积起来，他们拿来分啊，每个都是盘的，就是拿来分。那我们讲珍珠、蓝宝石、红宝石、翡翠、钻石，你看每一个的八千都不一样，看到钻石18%，你觉得很少哦？等一下我们来看看哈，它是不是如此啊？那我们说总业绩哦，500千来讲，他们乘以2%，为什么呢？分了2%嘛啊，那就等于拿一个10000分的 IWD 来分。那珍珠董事20个人，对吗？所以你十就是10000乘以38%，你看到吗？38%，那除以40位，你就想了，你刚刚跟我讲20，为什么有40？20+10，你看中间那个地方吗？全部人数加起来有40位，哎，所以呢，等于你拿到124.5块每一位，哎，所以你看到那个蓝宝石吗？蓝宝石10位哦，做10000分乘以25%除以20位，等于多少钱？125块，其实不是很多嘛，会不会？可是呢，你不要忘记哦，珍珠董事的8%你都有的拿到哈、哦，所以你拿到来是332。那我们看红宝石的就除以28%，所以乘以28%除以十位哈、哦，其实很少吧，对不对？然后你想到呢，我们的珍珠蓝宝石跟自己的呢？就500多块了，好、哦，那翡翠呢？拿多少？翡翠呢？就是把这些珍珠、蓝宝石、红宝石的没有的拿，哎，所以就1162。那你说钻石会拿多少呢？想知道哈、哦？跟你们讲，钻石是完完全全拿完。钻石董事，我们暂时有3位。新加坡我们的公司有3位，那这个呢就是一个 example， 就是让你们知道大概是这样子算计算那个家庭基金。 OK， 这钻石呢还是最好拿满全部人。那怎么样计算呢？他们参加月数， OK， 每3个月你达标的话呢，第4个月你就拿到家庭基金，那第5个月呢，你就拿到什么升级奖金？每3个月拿奖哦，有什么公司每3个月拿给你拿花红呢？我不知道。这样子算的话，一年大概是会有拿4次哦花红。你在什么公司做工人，拿到花红4次的，一次可能都有困难了，是不是？别说拿2次啊，一次可能那个。花红是越来越少，是这个花红是越滚越大，这个不可能越滚越小的，没有可能的哈，这是倍增啊，不是加了啊，倍增 ，right？ 所以这一个这是真正实实确确实实人家的那个钱啊，做一个月，再以为做了一个月，他的收入，这是马来西亚，你们看到新币多少钱吗？一个月哦。7900够吗？他们说以为哦，这个也是另外一位，也是一个月的收入，10000块，可以吗？可以啦，10000块一个月啊、哦！想想看，一年多少钱？我们不要说多了哈，不要说倍增，我们说加就好了哈。我们拿10000来乘以12个月就好了，真的是有可能哦。这个也是一个月收入哦，30000。你讲不可能吗？有可能的哦。你看到那个 pairing 多少钱吗？57000哦，吓死人。matching bonus 15000 ，maintain 维持消费9000多，真的是有可能拿到的，不是骗你的。
这个不是我捏造出来，这是人家的，给人家的拿来做 sample， 没有名字，所以不懂是谁的啊。这个呢是三个月的收入，4万块，可以吗？可以啦，上个月我看你赚4万都有可能赚不到哦。这个呢，一年的收入，你们自己看看。你说 pairing 哪里有可能 pair 这么多的？自己看看，399,000啊 ！My God，matching bonus 76,000 ，maintain bonus 62,000。Uni level 那个几毛钱几毛钱哦，有些人看不到，哎呀，才5毛钱而已，好饿，39,270耶！你小看那个几毛几毛，你看，真的是有这样子的猫哦。那哈，这一位呢，就是我们新加坡的第一位翡翠董事 Jennigan，Miss Jennigan， 不懂他今天有没有上线？那恭喜他。得到我们的新加坡一位公司的，就是送出的那个宝马 X3， 哎，这是一个挺豪华的一个轿车来的。那公司说了，答应了，他做到了，公司给了，所以你说公司好不好？非常好，恭喜你们，恭喜你 ，Jenny Gun。OK，so、okay, 这一个呢，就是给我们的新一代。什么是新一代？不是老一代，不是上一代，这个是下一代，每次35岁以下的董事啊。假如说你达到翡翠的话，这一辆 Honda Civic 就是送给你的，1.6，可是不包括 COE 哦。先讲好哈。那这个呢，就是说，在今年呢7月。好，这个七月到明年啊的30，就是明年啊，不要看错，不是到年尾而已啊，是到明年的2021的12月啊，公司会送出多一辆 X3V， OK， 给多一个 Diamond 的那个我们的那个真，这是什么啊，钻石董事 ，OK， 那你们看9种收入，再加上今年他会给你多一个。2499 ，OK。假如说我们这边还有多一个翡翠的话呢，这一个2499就是你的，就会进你的口袋，好吗？那我们现在讲旅游。现在哈、哦，这个疫情哈、哦，我讲到这旅游哈、哦，每个人哈、哦、会哎，没有那个mood哈，没有那个心情啊，为什么都不能出国，连 JB 要出都很难，对不对？想不想出国，那没关系，那旅游奖励得到怎么办？公司会保留到疫情过后，然后才把那个票交还给你，然后再带你一起去，好不好？不好都不可以啊，就算送给你你都不敢去啦，对不对？ 给我也不敢去。那公司说了，在今年达到达标的朋友啊，在今年啊，1月1号到年尾达标的话呢，就可以去葡萄牙跟西班牙，好不好？我们一起去，没有去过啊。现在什么牙给我都不用去了啊，想都不用去想。那合格是1年 ，OK， 很简单的。那目标怎么来达呢？650分是第一次的朋友，就跟我一样第一次的 ，OK。那第二次的朋友呢，就750分。第三次的朋友合格的话，恭喜你850分 ，OK， 有可能达到吗？有可能达到的 ，All right， 那你说怎么达到这个分数？很多方法哦，其中一个，假如说你要 sponsor 哦，你要 sponsor 很多人可以，但是千万不要去拿钱来买这个频道哈、哦，真的是傻的哈、哦，不然没有人这样子做哈、哦，真的是做生意的那一位这样子。投资这个东西哈，这样子，那个呢就是说保健55味的白金配方，啊，我们说是真正做了啊，那750分就是63味，那第三次呢就是说达标的呢是71味白金配方 ，Traveling Coin， 怎么来呢？怎么知道呢？你合不合格呢？去旅游奖励资格，去那边看你的分数
多少，你就是那一次，就是一次、第二次、第三次。OK， 那怎么达标这个拿到分数呢？第一个呢，保健朋友哦，他们买一套的产品，哎，铜的就是0.5分，银的话啊1.5分，金的话6分，白金12分，满分哦。哎，因为所以那个你看到50多位呢是哪里来的吗？就是拿12分乘以多少分，除以拿那个分数来除以这个12分，就大概是那个多人了哈。那另外一个方式呢，也可以就是把分数给拉高哈，就是鼓励你的下线。鼓励啊，不是去逼他，哎，我要去 travel 啊，你赶快跟我 upgrade 啊，啊，可以啊，不可以逼啊，所以这个呢，假如说他们 upgrade 呢，公司会把分数还回给你 ，OK， 铜去银，他把1分还给你，银去金4.5，金去白金的话6分 ，Alright， 那你的保健下限啊，听清楚，保健下限啊，不是自己保健，不是自己维持消费啊。下线啊，下线做维持消费，每一套都是0.5分，就这样。那另外一个呢，我跟你讲啊，有些人很讨厌哦，就是说，为什么我的上线哦，把一个人、两个人放在我那个位置，卡着我的位置，而且那个人很硬，哎，怎么办？可以拿掉吗？不可以。那他买的东西跟我有关吗？有，你就分数拿了，在你的70%。大概是120多位，128位，每一位啊，不关你的哈、啊，跟你没有关系的哈、啊，不认识的，每一位他们买了一套产品，都拿了1.5分，跟我讲好不好？非常的好，所以呢，不要去排斥那些人啊，千万千万不要去抱怨，好不好？就开心的做 ，OK。那我们讲到这个地方哈、啊，跟你讲。讲到钱包，每个人都 是注意、啊、兴奋。讲到钱嘛、哦、那我们公司系统的钱的这个钱包、哦、它就是有分成三个，就是钱包。第一个钱包呢，我们讲什么 bonus wallet， 就是拿奖励的哈、哦。中间那个叫 E wallet， 另外呢一个叫 BC wallet。我让我跟你解释啊，这个 wallet 在这边的、哦、叫 B wallet， 钱呢，你要假如说要想放进去，好，可以，你就把钱放在里面就好了。然后呢，你的那个你参加的时候，他要问你的话，要不要 auto withdrawal， 那个你就是把 default 是 yes 的 ，OK。假如说你要的话呢，每一个月的两次哈、哦，他会帮你进钱 ，OK。但每进一次的话呢，公司都是会拿一个手续费。啊，不是公司赚啊，是银行赚啊，1.66 ，OK， 新币。像我们要做的呢，要是产品的人呢，我们通常都不去放啊，我们都会把我们的 IWD 发回来我们的 E wallet， 因为我们的 E wallet 呢是我们的最重要的那个钱包，就是拿来做交易 ，OK， 那。这个 wallet 可以传说去 E wallet， 但 E wallet 不能跑回去你的 bonus wallet。Okay? 很多人问哦，可不可以逆走了？不可以哈、哦。Okay? One way 而已。E wallet 呢，能做什么呢？第一，能牵新朋友；第二，你可以拿来做维持消费，维持谁？维持自己，维持你的下线。有人要做维持上线吗？有人吗？有人这么说吗？不是没有啦，是有可能的哈、哦。可是世事难预料了哈，有些东西真的是不要去想说没有可能哦。我讲的不是开玩笑，真的是有人做放上线做那个 maintain 的哈，不是没有啊、哦，可能还不够钱呢。IWD 麻烦嘛，哎，你可以帮我们，可以帮我拿钱给你，可以玩，对不对？有钱哪里不要拿咩？那 VC wallet 呢？我相信呢，哈，每一位这边都是新加坡人啊。假如说不是新加坡人的话，我不知道你们了不了解什么叫 CPF， 我们的 CPF， 新加坡 CPF 是不能动的哈。可是这个 BC 哈，只要你有钱，你就可以动，就可以买产品，你就可以买东西。OK， 这是纯粹购物而已。这个没有办法买的哈，你的 e-wallet 的钱也不能跑去 BC 啊 ，BC 也不能逆跑回去那个 e-wallet 啊，没有的，他们没有的沟通了哈。OK， 那 BC。跟 E-wallet 你可以把它发给
新加坡的每一位会员。那有些人讲说，会员而已啊，那好咯，我要发出去马来西亚可以吗？台湾可以吗？不可以，暂时还不可以啊。现在目前为止只是在新加坡，就是能 transfer 给新加坡的朋友而已。OK， 所以呢 ，VC Wallet 你做了每一个购物啊，纯粹是购物而已，没有25%回扣的哈，没有了哈，只有 E Wallet 你买产品，那个才有一个回扣25%。OK， 这个你很清楚哈，80%、18%、18%加起来的话，刚刚好是一个白金配套的那一个奖励，你们看到吗？318、39、39加起来了，398.4。OK， 所以你朋友说为什么没有398.4？你骗我，其实没有骗，跟他们解释，这个 wallet 就是这样子来的。OK， 那下来我们说奖金啊，奖金的钱包。你要进银行的话，转账几时？第一个星期、第二个星期，你们看得清楚哦。几时拿钱？几时转日？提现几时？啊，7号、21号，公司有早有准，但从来没有迟。OK， 我先讲，只有这样子，只有早有准，从来没迟，从来都不会迟，多数都是早的，不是准的。我可以跟你讲嘛，这公司真的是太奇妙了。啊，太好太棒了 ，very good。所以呢，你们真的是跟对的公司。哎，那我们先来讲，公司一直在鼓励我们在，就是在云端做云端店啊，做电商加网，电商网上网做店啊，怎么做？我本身自己是开 Facebook， 我自己做。那网上什么好呢？网上其实哈，你根本不用头痛租金。水电费而已嘛，对不对？自己家里水电费能贵到多哪里去，对不对？你不是整天开着那个电脑，是不是？那你们每个人都有手机，是不是？手机也是可以啊，可以看到你的店啊，电商的网，你可以在那边看你的店的东西啊，可以在那边post东西啊，可以的啊。那你不需要工人，更头痛。每个月哇，每个月尾哈，做生意的朋友，每个月尾哈都是有同一个。顾虑啊，就是说，唉，要到业尾了，又要给工钱了，是不是很头痛？哦，每一个月很快来的哦，不是你要还是不要，就是这么快到。你看，2020哦，7个月这样子，就眨眼这样直播了7个月，你想象到吗？我们在家待了几个月，3个多月、4个月。闷死了，对不对？有些人啊，也是做得快发疯了，听到有人会那大喊大叫。我们为什么余威的人不会这样子呢？我们就是有那个商机，有个头脑，有刚好有这么多课上，有这么多讲师，公司做了很多东西，都是在帮助我们，就是在这个疫情里面，100年的那么一次的疫情，让我们就是获益啊，获益这是不浅啊，在这个我们讲的一个疫情里面，还是赚到一点钱，也 OK 啦，对不对？那最好的是什么呢？我们不需要囤货，对不对？我们新加坡公司在哪里？台新，我们台新公司大吗？非常大，货多吗？非常多。你们怕什么？怕没有钱而已。公司的货一大堆，你怕什么？你要囤货吗？不需要做 stockist。我跟你讲，有什么东西打去公司询问。问他们就好了，自己不用做 stockist。OK， 我们不要做传统生意，我们做新的，就是做网商。Alright， so 你看啊，我自己哈，做出一个 QR code， 就是给人家去 scan 了，然后就进去我的网站，我的网店哈，已经是开始了，我们开始大概是有2个多月了哈，也是有找到一些朋友哈，也有询问，看到吗？那个 advertisement 就是广告，就是在那个右边的那个地方。那 sponsor ad 这些都是还钱。为什么我还钱呢？对我来说，打广告，讲真的，你说打什么广告？外面有什么广告很贵，对不对？那 Facebook 是一个平台，你免费的给你 ，OK？ 那你要不要打广告是看你自己啊。你不要打广告，你可以 share 叫朋友 share 也是可以啊，也是有这种做法，也可以啊。但我选择比较快速，我觉得说一个月还几百块做广告。
我觉得 OK 了。我一个马来西亚的朋友啊，花了3000多块马币哦，来做 Facebook 广告啊，成功哦。我看我觉得我的几百块是 nothing 的，真的是 nothing 的，拼了 啊！那我自己也是本身也是自己做直播，就是讲产品，有了讲，我也是有讲产品的。看到我的其中一个，我写余威生活化嘛，就是拿自己的产品，不是来做 demo， 是说。跟人家讲说，我真的在服用这东西，怎样服用，好处在哪里？啊，就是要开始，很多东西都是要踏出那一步去开始。你每次光想没有用的，光想不做，光想只讲不做，等于就是没有的，等于零的。所以呢，你看到吗？这个 page 是可以去看的，这个 page 真正的是在我真的是开着在做的这个 page。所以公司有发什么东西，我都会发在那个地方，就会跟每一个人分享。OK。这东西是不是自私的，就是什么人都可以用。那你看我卖的产品的这些钱都是公司 standard 啊，我们就是卖零售。你要做 member， 我们来谈怎么去做做 member， 就是这样子而已。哎，所以 OK， 我们现在有那个 Facebook 嘛哈，你们有那个脸书的话，请你们哈帮忙一下，就是进去这个 Orientation Charlie Private 的里面 ，OK， 去看到我们的这个啊 logo 这个 page。那你看到这个 page 的话呢，去 like 他们，点赞 ，OK， 跟着他们，然后呢，大量的分享给你的朋友，让你的朋友知道你在做什么，在服用什么 ，OK， 不要害羞，不要害怕，直接就是发给他们，喜不喜欢，发久了，他们就自然而然的懂你在做什么东西 ，OK， 我们的邮政是好，你怕什么？你们也是可以 follow 我在我的 Facebook page，OK，、okay? 就是这个 Team Infinity in Charlie， 哎，有很多。资料都会放在里面 ，OK。那下来呢，我们说这个客服呢是什么呢？客服就是说你们喝了产品有什么反应，啊、哦，有些人反应不好啦，啊、哦，想跟上线讲，上线可能不懂怎么解释。那你问公司，公司的可能我们的那个staff 他们比较忙，啊、哦，可能也不能跟你解释太多。就最好的呢，就是找谁？我们的余威客服，去微信里面加他们 ，OK， 看到吗 ？inchawei_c-s 就是他们的。加了他们的话，你看到这个地方 ，OK， 余威客服，余威客服的营业时间呢是星期一到五早上9点到晚上8点，星期六、星期天完全的是休息，就是这样。那。我们的课是讲完了，可是呢，我想跟大家讲分享这个东西哦，这是我自己说，就是看到一些东西想跟你们分享的，就是说，我们大胆一点，反正你只活一次，有生命谁活了第二次了，你懂吗？没有吧，对吧？生命只有那么一次，哪有这么多时光来说什么我不会啦，我怕啦，我不行啦？我跟你讲，老实跟你讲，我以前就是这样的人。我不会 ，I don't know。对有些人来说，很不负责任，什么都不会，难道不能学吗？好了，我去学。那我说我怕，我这个也怕，那个也怕，这个也怕，那个也怕，只是不怕什么？不怕鬼，不怕刺激的东西啊。那其他东西我都怕。那我去克服我的怕，我去找出我怕的什么东西，我去克服那个怕，就不怕了。那我说我不行啊，有谁生出来就行的，有没有人生出来就行的？没有可能啊，我也是不行啊。可是呢，我就去克服这个不行，来做了，就是要去做，不管怎么样去做，都是去做就对了。OK， 那你说别等着看什么东西发生，你下决心。你让事情去发生，只要你下决心去做余威，你决心已经下了，又要去看什么东西发生，去做了，然后让东西去发生，不要看到每个人赚钱你才来做，去做了让自己有钱，对不对？让人家来看你，那个就不一样了。总之，你决心一下的话，真的就是踩着油门直接去了啊。不用去想了 ，OK。
我今天碰到一个这个图案真的是很好笑，讲真的，这个人哦，是一个在逃狱、在监牢的一个监牢的人哦，然后花了5年在监狱挖个地洞，最后挖到哪里去了？警卫室，他很赶的房间。所以人家讲的什么方向不对，努力白费。你花了5年挖挖挖挖，结果呢，挖到还是不是跑回那个坑里面，对不对？跑了一圈，5年浪费时间。所以呢，跟你讲，我们做的东西，我们选择哦，永远哦都会赢过我们的努力。我们多努力的埋头苦干的做东西，选错而已，就是完蛋了，就像这个家伙这样子。所以哦，真的选择比努力还要重要。OK， 我说人最大的对手就是自己的懒惰，没有一个人不懒惰的，那包括我，每一个人都有懒惰的时候嘛，对不对？你否认也可以啊，没关系，但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懒惰，肯定都有的。那做一件事并不难，难的是在什么？坚持。讲真的，你能在坚持多久？在这个公司你能在余威坚持多久，你的那个成功就有多大。 OK， 那你坚持一点不难的，难的是什么？能不能坚持到底。每个人讲这个字，坚持可以啦，可以啦，可以啦，结果放弃的是他们，坚持没有放弃他放弃坚持，就是这样。OK， 那成功没有奇迹的。OK， 成功是全部都是靠努力，不是靠天掉下来的，也没有人会给你成功，不可能你的朋友去把成功送给你，他能把字送给你，但他不能把那个结果送给你。结果跟成功呢，是必须自己去创造出来的，就是这样子而已。你想到什么，你就去做什么，就对了。不要去想不要的，哦，我不要什么，我不要什么啊？为什么你不去想你的那个要的是什么？把你的思维改掉到，哎，就是这样子而已。那这一个字哈、哦、，believe 相信，其实是世界上最强的力量。什么东西都是假的，只要你不信，什么都没有。你相信公司吗？你相信产品吗？你相信的话呢，我跟你讲，你今天在这边你会很开心。为什么？因为你相信，你相信余威能带你去哪，你相信那个产品能带给你的身体多好的帮助，多么的多益处，能帮助到多少个人，这个是相信。你不相信，你怀疑的话呢，这个产品再好，公司再优秀也没有用。 OK， 你必须要相信，相信每一个人，相信每一个公司的成员，就是这样子而已。那这个事业呢，我可以跟你讲，这个事业是一个合作的事业，不是单打独斗的事业，不是一个人能做到的，一个人行的。 OK， 没有一个人是行的。 OK， 你行怎么那么一个到那一个地方而已行，你一起行的话就会去到更高的高峰，不是一个人行。我们公司一直跟人家讲什么，鼓励我们什么利人，先利人后利己，那个是叫仁爱。你们有仁爱吗？我跟你讲，我有仁爱，因为呢，我做什么东西我都会先利人，而不是先利我自己，而不是觉得说我能赚多少然后你才能赚多少。我是在想你，我能帮你做多少是多少，我全力以赴给你，你们能全力以赴给我吗？所以你们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不要说单单只说看的是哦，这是我的下线，就是我的工人，哎，这个不是你的工人。对我来说，下线是如朋友家人一样，你们要就是真的是用心去对待。假如说你没用心去对待这个人的话，我跟你讲，那个人会知道的。你假假，你做假人啊，你可以做多久？你做真人的话，你可以做很久；你做假人的话，你根本做不久的，因为你会露出什么你的马尾。OK，
对吗？做假人嘛，我们是真的人，所以我们就是敢敢去做，敢敢说，怎么样就怎么样，哦，说到做到。总之，你们要相信公司 ，OK， 相信产品能帮助到你，帮助到很多人，就是这样。我们是什么？以为人。以为人是什么人？我们是产品的，我们相信产品的，我们每天拿用的时候都很高兴，不怕人家知道我们在用以为产品的。哎呀，这是以为啊，收起来没有，大胆地放在桌子上，人家要看是什么来的，以为咯，什么来的有咯，啊什么来的 iSet 咯，啊什么来的 InchaGuard 咯，就是这样子啊，要挺胸做人嘛，就是跟人家讲，我们就是对公司的东西，我们真的是很有信心，而不是啊没有啦 ，InchaWay 啦 ，iSet 啦，懂吗？没有，很没有那个力量。讲真的，谁想跟你？谁想跟更没有力量的人？对吗？谁都想跟一个有力量的人啊，对不对？所以呢，我们今天做一个挺凶的一个什么以为人，让人家知道我们以为的人就是这么健康。我们都是吃什么超级食，不是吃药物，也不是吃健康食品，也不是吃什么保健品。OK， 所以呢，我们不小心的赚到钱的话呢 ，good for you， 那边对你们都好。OK， 那谢谢你们的关注，我的课讲完了，谢谢。谢谢 Rocco， 谢谢。OK， 现在是问答的时间开始。如果你们听了有一些疑问，可以问 Rocco。那么我们现在开始，你可以举手或者就是type 你的 question 哦，在那个 chat 那边都可以。你举手的话，我可以开你的 mic。有什么问题吗？今天有没有新人啊？应该有几个新人吧、啊？应该有几个新人呢、啊？嗯，应该有看到有几个。有什么问题的话哦，真的哦，你们可以就是举手哦，或者是你们要打在那个 chat 里面都可以哦，都 OK 的哦。只怕你们不问，不怕你们问呢、啊。你们如果有问题，可以我自己开你自己的麦，就可以开始问了。好，要不然就可以打那个字在那个 chat 那边。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快要结束咯。嗯，第一，我听倒数啊。哦，第一次就是一种情况了，一种情况就是说，第一就是他们就是新的朋友。第一次听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就是吸收到完了，我们没有办法完完全全吸收到完。第一次给我听的话，我听了第一个奖金记得，然后讲第二个奖金我就忘了第一个奖金了，所以这个我也可以理解了，就是对，有些部分还是乱了、啊、哦，有些听起来还是要听很多次。对呀、啊，我们就算你看啊，我做一个讲师，我也是去听别人的讲师的课啊，我都能上的话，我都已经都会上的。对，要听很多次，啊、好像他们好像很了解了哦，所以没有什么问题这样。可能 question， 可能也有可能，有可能有些人就懂了，就啊，没有什么可以问了、啊，一点不明白。我明白你的心情啊 ，Booking Low， 我记得你很像在那个。啊 ，Tony 的那个课你是有发问，我知道是啊，一点都不明白。当然啦，第一次听的时候肯定就是头几次你听的时候可能就不明白啦，我也可以理解。所以呢，我们每一堂课呢就尽量就是说能上的话我们就尽量去上咯。
因为 marketing plan 他们不可能放在 YouTube 嘛，因为公司不建议放在 YouTube 里面，就是让人去学习啦。所以你们能的话呢，就尽量就是我们有课的时候，市场计划英文也好，华文也好，我们都你们都上来啦。就算我有听过，我也上课的，真的，你们看得到我的名字啊，我上课，不是我上课把电话丢在那边的人跑掉，哎，我不是真的是在那边看的，这边听课的。一点都不明白的话，那有什么问题吗？有些不明白的可以问啊。有，因为有些真的是不明白了，因为marketing plan 的东西真的是。再听咯，再听咯，不要紧。好，下次我们啊，这还有这个市场的这个 sharing 的话，你们可以又再来听。每一个月都会有几场啊，每一个月都有几场，你们都可以上来听啊。对，只要有就上就对了啦。对呀、啊，每个讲师的讲法都不一样。我说了哈，这样我们讲的市场计划，公司的市场计划就是很灵活性的，就是真的就有可能去做到的。啊，每个人就是要上课，就是不懂的地方，我们就在那边啊，慢慢去了解，慢慢摸索哈，这样子而已，也没有说什么特别的哦。我有 special power， 你们就会哇很了解，没有，就是。我以最简单的方式去表达、啊、去让你们去了解的更清楚更明确，这样子了。因为我可以明白你们的那个心情，就是每个人心里的心情。因为我自己我本身也是新过嘛，所以到了现在这个地步我已经很熟了，所以呢我可以理解你们的那个，我可以同理到你们的那个不懂的地方。哎 Jen 来OK， 会议结束之前呢，让我做个简单的报告。那么明晚将是由我们的营养师朱佩和我们分享，雨薇产品，调理肌肤的护肤日记。那么同样的时间，明天当天早上呢，公司将会发布那个连接到各个群里。那么请邀约你们的下线、哦、加入，然后可以学习很多。那么我们明天见咯。那么我们要先拍个照。还有一些问，还有一些人有人问问题。OK， 好、先问你们的问题。OK， 这个没听。WeChat。OK， 好。我要 WeChat is not。I know what you're talking about。OK， 这个地方对吗？没听。Yes。Alvin underscore C dash S， 不要紧，让他去载屏也是好，让他写下来也好。啊，这样比较好哈、啊。Full screen。Okay, whenever you are ready, 我们就 OK 了。还有什么问题吗？没问题的哈、哦，每个人有问题敢敢问哈、哦，不用怕。还有问题吗？我会啊。OK 啊、，Jen 啊、哇，我们可以 OK 大合照 OK。Yeah. 来个大合照，耶、yeah, ，很好，再多几个嘛， 不用害羞。嗯 ，Danny 只是说照片，做他的 background。还有嘞，还有谁？哎呀，没有人来啦，手酸啦，要下课了哦。OK， 没有的话我们就开始要拍咯。哎，好啦。这几个呀，好啦，那我们就一起啊，要笑咯。我看看一二三我们一起哦。一二三。OK， 谢谢。那这个会议就结束咯。我们明天不见不散哦，逢一时间拜拜。好的，一起上课。拜拜。拜拜，大家晚安。晚上好，晚安，拜拜。晚安，美梦，拜。